每一摆我若想要出门，阮兜的三只杰克拢会想要撞出来，可能是偷渡成功的，因为这款狗杰克罗素活动力旺盛，袂输敢若身躯到尽量电池，永远拢用袂完。不管伊偌忝，伊若看到你手提球，伊就要甲你拼。食饭嘛是同款，永远拢食袂饱，食物件若无甲控制吼。杰克罗素会怎啊变柯基？今日我就带阮家上细只的妞妞出来佚佗。不过有一个麻烦，伊的脚皮上薄，若咧较粗的涂骹小草一下，伊就会破皮，就会流血。就算讲安尼，嘛是爱加带出来训练一下，就参像农夫的脚底，操到尾啊，就会变足勇的。啊，我嘛真久唔捌骑我的奥多麦出来佚佗啊！大家敢若较爱看我骑奥多麦出去佚佗的影片，我嘛有真侪骑奥多麦出去佚佗的计划，包含外岛，譬如讲金门、马祖、澎湖、绿岛。阿摆若开放出国甲转来，拢免管制。我嘛想要来外国骑奥多麦、骑孔明车、开车拍片给大家看。当然是同款讲台语才会处理，希望开放迄天会使赶紧来，唔通让大家望穿秋水等袂来。大家美金日票换归厝内，唔知当时才会使开外开。若要计划出国的好将来，即马都要认真运动骨来行，无营养的物件唔通下死命食，唔通到时则痛遐嘛痛，搁较侪你嘛无地开。台中的大坑风景区有真侪步道会使来行，大坑风景区嘛是台中人的后花园，这当中有12条的登山步道，12景。你若想要散步、买菜、跟西瓜，会使去9号甲10号的步道，遐上热闹，老少咸宜，啥物摊贩拢有，好西阁好买，什么都卖，什么都不奇怪。唔惊你来买，只惊你地也无够地。我们今日要来行的是4号的木栈道，平常时这拢有真侪狗会到这出没，规弯规栋咧甲你偷物件。胆若较无在的，正经会惊着，唔敢挖去。不过今日无看伊半只狗，好咧加杂。4号步道就是先做这款型的，规撮的木栈道，行这款木栈道爱细腻，一步一步行，唔通下死命拼，真紧会弄破碗，因为你会落坑，正经落个坑内面，你的脚会擦伤破皮、乌青跟流血，我会甲你呼呼的，袂疼袂疼，先煞拍叉啊，互你看，你若弯弯翘翘先做这款型的，无代无志甲阮弄受伤，真正是吼，真侪时代人拢是安尼咧对囡仔，我的头一厉害。社会的价值就是安尼教育出来，要唔忙老师教，不如厝内的人来教；啊，若要专工教，不如以身作则，互伊学上紧。有样看样，无样就会家己想。安怎想？当然是乌白乱想。爬无外久，阮家的尿尿正平的前脚，佫破皮流血啊！既然安尼，咱就落山转移阵地，带你来去吹吹风，看海浪，唔是，是看倒浪。这四支香会使决定市长换相组，今年底阁要选举啊！这四支香我会提起拜啊！大台中的空气甲这四支拢有相牵连，政治立论会使利用伊，但是袂使反背家己。每一摆的失望，咱嘛是阁提出勇气投票来五万，五万会使有上基本的好空气。杜秋平这间是中隆钢铁，也是中钢100%的子公司。为我靠看入去，内面经营足大个，大个敢那参像钢铁城市，一直到台中港，规个头壳拢咧幻想，内面唔知道有钢铁人无，还是内面唔知道有漫威电影内面的人咧内面拍来拍去，震来震去，灯光闪烁，喷来喷去。甲阮囝看电影，看甲中毒相亲。既然来到台中港，就来山前后里行行看看。入来内面爱牵锁啊，袂使甲伊放的，而且干会使带外口行，袂使入去商店内面。无要紧，咱就来西街行咖啡。今日是礼拜，不过人足稀微的，即马确诊的人数拢破万人，所以大家拢唔敢出来。我拄好爱耍电脑牌，即当阵来上好，无人，无疫情的假日，才会人下下着全人，我才歪来的。你看安尼自由自在散步，偌好个！我常常拢会看到真侪狗，正经是好狗命。主人拢会用娃娃车塞伊出来行，是主人咧行哦，唔是狗咧行哦。惊伊受风，惊伊寒，惊伊嘴焦，惊伊热，惊伊流汗，唔敢予伊行。
怕他腳垃圾身軀爛爛，正經是好狗命，把他疼到笑命命，也因為現在少子化，寵物店也開到整山坪，洗身軀全車接殺都不用怕，連鎖店一間比一間更有名，風台醫不輸你祖媽，不管如何，這都是個人選擇，個人擔，最重要的是要愛就不能怕嚇，一世到就要把他疼命命，不能無愛了就黑白拼，既然他來到我們的家庭就是我們的性命，平常時就要好好的找家，你不教教他怎麼會聽，不能心情好的時候疼命命，心情壞的時候當作的東西黑白拼，製造社會問題才讓我們大家來擔，哪有贏就要多牽出來走，多跟他算心情才會快活，算好疼回去好睡，到不會把你搖巴叉，好好對待他就會豐富我們的性命。感谢收看，我是阿宏。